哇！嗱，咁我哋一間咧，而家咧，我哋介紹呢一個咧，就係 Super Fan Club Group， 係 Super Fans Group 嘅 booth 啦。咁啊，嚟到 Toy Show 裏邊啦。咁我先介紹先。咁啊，聲音會好嘈，因為隔離我哋黐住 PlayStation 啦，但係都啱 feel 嘅。咁咧，我哋請到 Super Fans Group 嘅代表阿 Fred 咧，同埋阿嘉咧一齊嚟睇睇佢哋啲新作品喎。咁啊 ，Fred 其實係咪第一次真係叫投入咗呢個行業做呢個 show 啊？絕對係啊！有冇有啲緊張或者患得患失啊？盡力而為啦！盡力而為，咦、哎？哇，好謙虛喎、啊、真係係咁啊！但你哋嘅嘢，我哋見到其實攞曬 license， 其實背後都有一番投資喎、啊。其實係啊，不過即係自己嘅興趣咯。咁亦都即係有個諗頭，想喺呢個浮雕嗰度做少少嘢啦。其實雖然上次訪問過你，但我知道未必個觀眾睇過我哋啲片㗎。咁因為其實阿 Fred 咧，冇記錯你係一個 collector 嚟嘅喎。係啊，我係 collector 嚟㗎，好多年㗎啦。咁又係 collector 走嚟踩入嚟啦，做啦。咁其實啱嘅，係 collector 先做到呢啲嘢，但係問題咧都會係咪另外一番滋味做咗即係搞咗呢個 project？ 係嘅，即係 statue 同埋即係呢啲浮雕咧，我自己都有儲唔少，但係咧要自己做咧。亦都有好多障礙要自己克服啊！好啦，嗱，咁我哋言歸正傳啦，咁開始咧，阿嘉同我哋一齊去問啦，即係就喺度嘈阿 Fred 噶啦，咁又其實唔會嘅，唔使驚嚇，阿 Fred 唔使驚。咁我哋睇睇阿 Fred， 我哋介紹下你哋今次你嚟咗就，我哋眼見有四個作品啦，咁但係咧就主要係開訂，其實兩個啫嗬。係。咁我哋逐一介紹啦，介紹只麥加登先啦，好嘛？好啊。咁麥加登都係一個即係大約20×30嘅一個浮雕啦。咁我哋就係個深度咧，就大約係8.5寸到。咁喺我哋即係拿捏嗰個 perspective 啊，即係嗰個perspective 嘅時間咧，都花咗啲心思點樣令到啲應該大嘅位係大，應該細嘅位係細咁樣。咁比較特別啲咧，就係當然我哋係除咗正常應該有的光源之外呢，我們也有做一些效果，即譬如有些火的光呢，我們 都是有些漸變的，都有些漸變式的效果啦。那就麥加登和可能其他我們的系列裏面呢，特別的地方呢就是會可以有另外一個頭可以換的、啊、也可以換的。那現在呢就是一個開口的毛啦，或者另外呢它有一個是有個箭夾喺個口嗰度咧，就係另外一個可以換嘅頭咁樣。咁啊，呢個係呢個產品嘅比較特色啲啦，嚇咁樣。我哋暫一暫過病先啦，因為咧阿嘉同我喺度一定係有啲嘢比較技術性啲嘅問。阿嘉係咪有嘢想問啊 ，Fred？ 我比較想問一開頭咧就係嗰個 concept 係點樣嚟嘅？即係佢喺幅畫框度衝出嚟嘅呢個 concept 係點樣嚟？點樣嚟啊？其實係我喺好多佢啲造型裏邊咧。即係覺得咁樣可以係演繹到呢個角色，可以衝出嚟喺。其實我好希望可以喺用浮雕嘅形式咧，係將個產品由個戲度拉翻出嚟現實世界咁樣。咁咧就我自己本身好似其實早前11月嘅時間啊 ，Brian 訪問我都講過，我自己係好鍾情於地台嘅。咁咧就係即係話我點樣去用呢個畫嘅形式。可以帶出個產品本身喺戲裏面某啲可能某啲難忘啲嘅情節啊，咁我希望係可以可能有少少佢個背景襯托埋本身嗰個 character， 咁喺呢個驅動底下去諗用浮雕嘅形式有個背景拉翻個產品去我哋呢個生活度咯。其實我覺得呢個 concept 咧，我自己好少見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好有 feel 喎，因為佢好似佢加埋個框，就有種類似喺電影入面衝出嚟嘅感覺。咁喺即係有別於一般大家所玩嘅 statue 咯。我想問下，其實阿 Fred 嗱呢個咧，你點解會揀 Transformer 先嘅？即係又係自己個人喜好，定係話睇個市場調查之後咧 ，Transformer 其實一個好好嘅 series 係繼續有得做啊，定係點咧？機緣巧合啦，即係亦都機緣巧合得嚟咧，咁啱呢個變形金剛都係自己由第一集都鍾意到而家嘅一個系列啦，咁所以就好開心，今次都可以即係攞到呢個 license 去做呢個產品咯，啊，所以更加投入。第一次就攞啲即係美國電影公司嘅 license 咧，有冇碰釘啊？即係唔係佢哋唔好，不過係始終係有啲難度嘅喎。
其實咧 license 嗰橛咧，即係我都係即係揾過有啲 consultant 幫手，咁咧就喺踏出呢一步嘅時間咧，做咗啲功夫，咁咧就餘下開展去個產品嘅 development 咧，就真係要有好多好多其他嘅障礙啦，生產上嗰個障礙啦，去面對咯。係咪難唔難做啊？嘉，你覺得呢啲嘢？其實我想佢最難最難的地方是佢要怎樣去控制佢到底在幅畫度走出幾多嚟，而幾多係唔走出嚟。咁甚至乎佢其實你會見到啦，佢有啲地方咧係個別地誇張嘅，即係可能腳啊或者係手指啊嗰啲，佢係想拉到一個前後嘅感覺出嚟。其實佢好呢個作品係好藝術性質好高嘅，即係你感覺上佢係花咗好多功夫去諗呢樣嘢啦。咁同埋你見到咧，其實佢頭啊所有細節上面出得非常之好啊。咁即係縱然佢可能大家覺得係畫啦，咁但係其實佢要所花嘅功夫比雕像係有之而有過之而無不及咁樣樣。我想問Fred，其實你係咪啲壁畫迷嚟噶？即係中意睇壁畫噶？係啊係啊。我就係佢提醒我有個家就係其實好似啲歐洲嗰啲壁畫喎，或者敦煌石窟嗰啲嚇。係啊，我都好。對各類型的雕塑，我自己都是好向往的，自己好 enjoy 嘅本身。咁而家做咗呢樣嘢已經好開心啦，但係啦，咁啊好現實啦，我哋問一問啦，其實而家係咪開始預訂緊呢款嘢？其實麥加登就開始預訂緊嘅，咁咧就或者講都借機會講講售價啦。其實我哋呢個售價咧就係10300，咁只係喺呢個推出期間。我哋會有 5% off 嘅，咁我哋嘅 deposit 咧就係30%，咁咧就預計咧就係2018年尾到就 deliver 咁樣啦，大約嚇10几啫喎，係啊103，咦10几又330蚊，哦10300啊，10300，哦係啦係啦，我想聽咗都少咗個零咯，我唔係啊話，我諗咗落，我眼甩突埋咁平，因為可能大家喺 screen 度未係好睇到嗰個大細啊，咁我想問下佢個係幾多乘幾多啊個框？即係大約，如果呢個 Megatron 嚟講咧，就差唔多係25×30嘅，都嚇，即係個高度同埋個寬度啦。咁佢深咧就大約係8.5寸到啦。哇！咁其實都好巨大嘅喎，即係我諗到時買咗翻去咧，要裝上牆喎 ，Fred 會唔會有啲考慮到啲消費者應該點樣處理咧？應該絕對需要 disclaim 佢哋一個好 sturdy 嘅牆。即係夠穩陣嘅，即係如果你話本東可能泥牆或者係嗰啲石膏牆咧，係唔會夠力裝呢樣嘢嘅。佢個重量大概係為幾多左右咧？其實預計個重量咧，應該會係可能20松啲，即係20-30kg到啦，重嘅重嘅。即係大家買嘅話，就最好係有一幅比較堅硬啲嘅牆啦，同埋或者係下方可以攞個櫃晾一晾啊，咁就會更加保險，因為大家畢竟買一樣咁靚嘅產品翻嚟，咁最好更加好就係上面再打眼燈咧。我見到佢呢度都 display 得好好。係啊係啊，咁其實 Transformer 咧，嗱呢一期啦，我其實睇完第五集之後，已經麥加登好似幾出位啊，係嘛？係啊。咁但係其實除咗麥加登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個產品嘅，我哋又睇埋另外一個，之前喺會場都會預訂嘅，咁啊。阿 Fred 呢一個咧就問一問你先，你有冇嘢特別有介紹先？如果冇咧，我哋就直接去我哋問你問題啦，好唔好啊？好。冇啦，冇特別介紹。我見到啲鬍鬚咧，難唔難搞啊？家哇，佢真係我諗佢個鬍鬚拆咗好多件咯，甚至乎佢喺上面呢度係好多料咧，佢係一條兩條咁樣喎，呢個係非常之難搞喎。係咪商業秘密咧，定係用第二啲料去做咧 ？Fred 其實。都係咁樣做噶啦，都係咁樣做。即係都係同嗰個料嚟嘅。係啊，應該係會同嗰個料嚟。我遠睇以為係佢攞嗰啲咧，好薄嗰啲鐵片卷埋佢咧。你有時啲廢鐵廠咧，好多即係切咗邊啲嗰啲鐵絲啊，唔係鐵線啊，嗰度咁卷，唔係嗰啲嚟嘅。唔係。不過呢個咧就生產商嗰邊咧就會係同我即係處理好。即係拍心口話搞掂啦，係咪？係。哦，咦，咁啊呢個係幾難做，我覺得係難做過即係其他部分。其實雖然我頭先冇乜特別補充關於呢隻嘢啦，其實我第一個產品去着迷咧就係佢嗰啲鬍鬚，正正係你第一樣講嘅嘢咯。係咯，望到位好似我通常即係我哋做呢行啊嘛，睇哇呢個最賴嘢位嚟嘅，即係最難做位嚟嘅喎。呢度可能咧，到時真係我諗出廠咧，可能真係要好小心 QC 先得，係啊。佢有個位置我好欣賞，佢上面咧有架飛機咧，
係真係近乎成架飛機喺度喎。係佢個飛機好正，同埋佢啲子彈咧，呢一排一排嘅子彈，即係子彈全部都另外係一幅係立體咁走出嚟，所以其實你定義咗阿 Fred， 你定義咗啲產品叫咩味咧？你有冇個 terms 有啲人啦？我都睇咗似壁畫喎，真係。壁画又好，浮啲又好，就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我认为是我自己会上次咁讲就都是一啲浮雕类嘅艺术品啦吓。我觉得就我如果我中意改名，我就会帮呢个新产品改一个名，可能系即系壁，可能叫壁画。壁画，因为真系有嗰个感觉，因为你后面你有背景你出埋啊嘛。如果你净系个造型咧。咁係個浮雕咯，係咯。但係你而家你連埋啲背景啲雲，係咪當係雲啊、煙啊、地台咁？你都有齊。其實我覺得似睇緊堆黃壁畫喎。係啊，係啊，就好似咧，我以前細嗰時咧去虎珀別虎珀別墅嗰種感覺啊，即係你去到嗰啲係睇緊藝術品，即係你 feel 到一幅牆全部都係藝術品嗰種感覺嚟嘅。其實後生仔你有冇去過敦煌啊？敦煌冇喎，但我估你都睇過相咯。我估你都冇，因為佢係拍拖係咪啊？又就踩到佢一搭啦。嗱，即係我真係我阿叔嚟，阿叔我真係去東馬。咦，阿 Fred 你有冇？我諗你都係去咗地方玩嘅，應該都有嘅，都有嘅。係因為真係好似，不過而家係嗰個係萬方麻變形金剛嘅敦煌壁畫。不過Brian 想借機會咧講多少少咧，即係依一隻或者有別於其他嗰個系列咧，就係佢個雪茄，佢個雪茄個光咧係漸變慢。即係邊喐緊嘅係啦，真係。即係呢個係比較，即係因為同普通火光，當然我都係有做火嘅效果啊。咁但係咧呢個煙仔咧，呢個雪茄咧就比較特別啲，所以值得去特別去留意呢一點咯。係因為淨係佢食雪茄嘛。其實每兩隻裏面我覺得每隻都有佢啲 detail 位咧係唔同，同埋佢喺生產方面都有啲唔同嘅考慮嘅。譬如啲子彈嗰排子彈鏈咧，我諗到時生產都會令到廠方係要更額外小心啦。頭痛啊，應該額外小心啦，可能即係不過係嘅，咁啊抵咪抵喺呢度咯。咁坑亦都係而家預定中嘅，咁個價錢係幾多錢到？呢一隻咧就係11800嚇，咁亦都係即係喺會場期間就有5%。個 discount 嘅，咁啊係你 sorry， 咁佢會唔會好似麥加登咁樣一樣？係麥加登係可以換頭啊，咁坑佢係有冇啲咩特別嘅地方㗎？呢個就冇啦。其實佢支煙都已經好特別㗎啦。係啊，仲有一樣嘢想問 ，sorry， 我想問嗰個麥加登咪可以拆個頭落嚟嘅？咁佢嗰個頭會唔會話另外仲有個座啊，俾佢裝起佢咁樣㗎？會有嘅，其實 good idea， good idea。其實我已經諗咗係有個模式去擺佢，因為我好多時儲嘢咧，即係會有個 optional part， 喂點樣擺咧咁？咁我都希望窩心少少，有個合理嘅rack 或者係類似嘅嘢去放喺佢嘅，係。果然真係 collect， 但係佢諗埋。咁我想問呢類型嘅產品到底係到時係用濕電啊，定還是乾電咁樣？其實會是用乾電的，會是用乾電的，好一點好一點，因為濕電你要找賴條線，你要隱藏條線，好像現在其實知道現在沒辦法了， decoration 那裡都是隱藏條線。會場期間我就是用了濕電的，會用了濕電的。咁佢開燈嗰陣時咧，佢係用 remote 啊，定還是係會北制噶？哦，其實佢有啲鬼鼠位咧，我係可以即係開神秘地，係雪茄咁揾乜佢，係會有啲位合理嘅位去插電嘅。阿 Fred 驚唔驚嗱？阿家真係人哋好問埋呢啲嘢㗎，不過都你頂得住，頂得住，即係證明你有跟個 project 咯，唔係即係指下算數係咪啊？你後邊同事喺度笑緊咯，係啦，真係。OK， 咁其實呢個介紹咗兩隻預訂，其實咧都講講咧，其實仲有兩隻就係兩個主角喎，就係呢個大黃蜂啦，同埋柯柏文啦。你兄弟柯柏文係咪？我伴隨咗我成年啦，而家都仲纏繞緊我。係嘛？即係瞓覺都諗起柯柏文早唞。係啊，係啊，係啊。OK， 咁啊講講啦，呢個阿飛有冇嘢講啊？呢隻大黃蜂，你係咪有特別嘅機密嘅地方咧？其實都係我喺即係話揾個造型嘅時間。即係希望可以突出到有第五集揸個錘啊！即係點樣可以有個動感出嚟？咁我希望呢個浮雕都帶到呢個信息出嚟咯。
呢只木叉只大黄蜂就真系几出，即系成只咧，如果搣甩咗出嚟，我都差唔多成只咁滞啊。系，我发觉佢比起坑同埋 Megatron， 佢系出啲嘅。系啊，比其他嗰两款咧，佢突出嚟嘅。大导演，你嘅背脊系要咁样睇系咪啊？Walker 咧好專業地咧，因為太專注去拍啦，咁咧如果忘記咗我哋，佢比起其他嗰兩款就更加出嚟啊，即係個動感更加強咗啊，所以其實即係好似想即係近乎你想抱佢出嚟咧。咁啊，我想問佢其實個主體同幅畫係定死咗嘅，係唔會有一拆定還是佢嚟嘅時候咧逐漸自己砌落去㗎？啊，即係出廠即係包裝嗰啲。會係成隻嘅，完整嘅，會係成隻。可能會有啲細嘅 part 自己裝。可能有啲細嘅 part 會自己裝。嗰啲位。係咯，其實同一般嘅 statue 差唔多，即係如果係咦到期時某啲位合理地去或者容易爛嘅位，可能要自己拆翻去嘅。咁我相信就都會做到係比較 seamless 啲嘅組合咯。係即係如果搞太多，其實好多 collector 真係會。即係驚整爛啦，即係越貴咧，佢越驚㗎。我哋都走咗經驗。嗱，想問下阿 Fred， 其實而家嗰個價格咧，包唔包運費呢？唔包嘅，唔包嘅。但係如果香港呢，如果香港我就係諗住香港係香港內咧就應該會包。應該我諗都 OK 嘅 ，OK 嘅，因為 Fred 我諗佢。阿 Fred 咧未準備定，佢想豪咗俾啲而家香港啲朋友，所以香港朋友聽到咧，嗱佢講咗噶啦，咁我哋就講咗就算數噶啦，係咪啊？就即係搭咗心口，所以你如果即係想慳翻運費，你真係快啲嚟揾阿 Fred 訂咗就算數啦。係啦，但係好咗係咪啊？係啊，係咗啦。OK， 咁啊慳咗運費非常好啊。係，講咗講正，喂，講啦兄弟，留翻俾你講啦。柯柏文，你一定有啲嘢講。講啦，嗱，柯柏文呢只咧，嗱呢只真係冇咁出嘅，因為我哋見唔到只小腿啊，嗬。是啊，其實佢本身咧係佢個造型咧係跪喺度嘅，跪喺度嘅，咁好高嘅呢只。係啊，佢跪喺度嘅，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拿捏咗係其中一幅都幾靚嘅 poster 裏邊，即係話演變出嚟嘅咁樣。原來咁演變出嚟，係啊，所以唔係 suppose 係跪喺度嘅。因為忽然間諗我奇想啊，奇想，因為如果把劍咧可以甩得出嚟咧，哇過癮啦，多樣嘢玩，好似頭先一個頭咧咁樣咧。哦，係啊，但係唔得嘅。係啊，都要考慮翻嗰個重量問題嚇。係。咁隻眼即係 Opperman 隻眼咧個燈咧，就而家我哋見到呢個係，其實我未 approve， 我未即係所謂未 finalize 嗰、那個，因為隻 Opperman 隻眼咧可以轉色噶嘛，有時可以。就這個產品呢，其實跟剛才說的麥加燈一樣呢，其實它這個呢是有兩個頭啊，有兩個頭的、哎哦、有兩個頭的、哦、okay， 那它另一個頭呢會是即紫色眼，還有呢它的面是有個紅的字的。咦，沒夾過又被你兜到啊，想著問到你口啞啞都有想過的。是啊，那段時間也有想過，是啊，就是因為想起我入魔版了，是不是啊？你兄弟入魔版啊，半紅色頭。哦，不過我看到有件事我很喜歡，就是呢，其實 Opperman 的眼睛大家都知道它會發光，其實呢很多市面上的產品呢，其實它會將個眼睛的圍邊呢全部都會封了，噴了一個實色的銀色，然後只有中間那一點著燈，但我看到它這個呢是著燈之餘個框是都還有一個框在外面，即只是凸的地方是實色的，凹的地方是透明的，所以這眼睛是很漂亮的。做了一些功夫，因為看回海報的安排很多那些，有些好像我們看到瞳孔裡面的細紋，不過這個是外星人，但是都是有細節在裡面。是啊，有沒有想過，因為其實都有精心想過的，當然有啦。是啊，我們在那個眼那個細節那裡，個細節那我們都盡量可以盡可以跟足到原著就最好了，希望做到順線盡尾啦喺呢度。我知道很多朋友咧，其實 Transformer fans 啦，咁其實呢三日梗係把握時間嚟啦，咁啊，跟住三日訂咧，應該就可以慳到運費啊嘛，香港。但係咧，除咗呢樣咧，其實咧網上面咧，Super Fans Club 其實有 Facebook 嘅，咁應該佢哋喺網上面都遲啲都會安排啲網上面預訂嘅服務啊。係啊，其實我哋啱啱都 post 咗啲 post 咧，就係即係同啲有興趣的啦，咁就即係話我哋依兩隻講翻 Hound 同埋 Megatron 咧，已經開始係接受預訂，咁亦都有個方法，亦都喺 Facebook 嗰個 page 嗰度有公布到嘅。係，咁啊好啊，最後尾又揾阿 Fred 自己講翻，你嘅 Facebook 係點樣算法咧？雖然我依影緊係咪啊？
Super Fans Group SHUPERFANS Group。 我看到原來有個名字已經是叫 Wall Statue。 哦，是是是 Wall Sculpture。 可能 Fred 有些緊張，被我們問到他忘記了，原來自己改了名字都不知道。 Wall Sculpture 是吧？ Wall Sculpture 是 OK 的，現在是，就是即係差唔多壁畫，不 anyway 咁啊，好多謝阿 Fred 啦，係咪？即係你都唔嫌我哋麻煩，咁啊，等下答咗你咁多問題。好啦，咁我哋咧節目到呢度啦，因為咧真係都好多嘢要採訪，唔該曬你。咁祝你咧喺呢個 Toy Show 或者跟住你日子裏邊咧好成功嘅。好多謝你，多謝你。Thank you，thank you。好，拜拜。